冲动第三场的第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只能问问题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只能问问题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就是只能问问题。好，这样你了解了哈。需要一个人多的地方。西门町很好，但是太简单了。三温暖很好，但是太简单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有创意一点。游乐园很棒，昨天玩过了。游泳池好，我喜欢游泳池。那我们就来玩游泳池。好，游泳池只能问问题，准备开始。请问你是救生员吗？你有看到一条红色的裤子吗？是谁掉的啊？你觉得我这样子可以在这里走来走去吗？你刚刚这么大胆吗？你要看一下吗？很大吗？这么大可以吗？洗澡会不方便吗？非常的不方便。我想问这个漂白水要加多少啊？你不知道加三匙吗？那我加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是三匙吗？那我加这样可以吗？你是不是想要被 fire 啊？你敢 fire 我吗？你有征得到人吗？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应征吗？多少人？排队排到那里。请问你们这里有缺人吗？你有带你的资料吗？倒漂白水三级证照可以吗？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觉得呢？你有看到我爸爸吗？是那个光头吗？对啊。小姐，你有几罩杯啊？穿两钻饰的就是女生吗？蝶式怎么游啊？是这样吗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不能教我一下吗？教我一下会死吗？你有带钱吗？800万够吗？好多哦。哎，请问你知道泳池多深吗？哎，请问你知道泳池多深吗？你常来吗？今天是不是你生日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偷偷调查，你相信吗？你是不是没有我 Facebook 好友啊？你有没有同意我的交友邀请啊？没有啊。好渴哦，你有带水吗？这边不是都是水吗？那你有饮料吗？这边不是都是饮料吗？饮料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个好渴、哦，你有饮料吗？你需要哪一种饮料？水蛮牛有吗？水蛮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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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维大力？水啦！